全军出击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还、哎、我操，可恶可恶的拉尔，我在这整东西呢。哎呀，这是都赖你们，我要不是为了把我的直播给你们调出来，看看你们的弹幕会发生这种事情吗？呀，这小王八蛋偷袭我。行啊，偷袭是吧？啊，偷袭！谁不你偷袭？哎呀，戳一刀！我戳 A， 一过来平 A， 戳一刀，中方喜欢偷袭，一扣二连。小弟弟，这亚索挺克着拉尔啊，这个风墙直接让他抠回不去，怎么的？谁来了？有意思没呀？不可久留于一处。干啥呀？右边有个盒啊，咱就不踩了。一上来，我戳一刀，给我中风。这玩意儿不跟我打呀！我一上他就跑了。树叶的一生，只是为了归根。一扣二连，一上来平 A， 八八溜，戳一刀，一走闪现。哎呦我操，有点厉害。板砖不能让他砸着啊！中风，有些事绝对不能跑那么远。弟弟了，这拉尔，哎呦，真难杀！纯弟弟，地中弟。我不越他，我感觉我这位我也杀不了。咱也就只能你给我死，把
杀可以接受，你说他连碰都碰不着我一下，你连碰你都碰不到我一下，个臭弟弟。来一个小妖，出暴击呀、啊！不出暴击了，攻速太慢了，我还得双峰呢。你一个兵你灭不我啊！我跟你说。这有这么疼吗？哎，这玩意儿最后一下平 A 打了我多少血呀？怎么会把我秒了呀？我天哪！我还有将近一百多的血，他啪一个平 A， 他刚才攻击力也就一百左右，差不多。我正常有减伤，不应该这么疼。小兵比较多吗？跑！我算看明白了啊，我们也别着急。这兵他爱补不补啊，他变大我们稍微撤一手，确实有点勇猛的英雄大了以后。满血回家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回去干啥。别补啊，一个兵都别补啊，我跟你说一个兵都别补，对这个也别补啊，啊这也别补来。一个兵也别补你啊，你这他都变大你上去干啥呀？帮倒忙，我确实是有点受不了，兄弟。哎呀，这怎么跟昨天的拉尔一模一样呢？啊，一模一样啊！就是你压人就跑过来，夸夸一顿送，你也杀不了他。哎，他贼猥琐，一个玩个远程英雄。就不越塔根本就杀不了，不行，我着急了，我们还是着急了，你知道吧？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别跟他着急，着急了稍微有点。再逼塔都不出，我们不动他，不动他，着急了，还是有点着急，稍微有点用。这种英雄就得玩猴，就玩错了。下回呀，碰上这种东西就得玩猴。灭亡之路，管得着我的想象？你让他玩不了，省得他那别。
行了，他都一件套了，我们啥也没有。来，等着变大啊，下边等着变小。打不过了，这装备比我好的有点多了。这装备好的有点多了，他已经咳血战斧了，我们这还啥也没有呢，我们一个小破正午箭袋，算了，回家吧。来个暴击。一杠四打的像四杠一，那关键我们杀他都是越打杀的。上来他偷袭我，啊，偷袭我把我杀了，杀完我以后，我越塔杀他，俺俩，这个。算了，慢慢弄玩吧。我说累，不打拉倒。又不是我优势，你优势拿着以后不滚雪球，爱玩不玩呗。渡城即将脱落，别让他吃。来，来，我看你怎么跑啊！我看你往哪跑。还好我们家队友比较的厉害，出盾弓的。且随疾风前行，身后一血流星。这个破败之王打成啥样了？023，没啥效果呀、啊、这。打人都不掉血，你这来打一波。几个人呢？一换一呀、啊，还
还行，但他们家都残血。这寒冰是不是也装过头了？我感觉他点啥呢？他为啥要一直点人呢？142寒冰，我寻他是12呢。我以为他多狠呢，啊！我以为你多狠呢，兄弟。是不是？吸血，吸血，吸血，中风。咋的小驴人打个红，咋那么多呢？来一个饮血剑，啊，不对，来一个无尽之剑。玩的啥呀？玩的亚索呀？亚索你都看不出来呀？不会吧？别出盾弓！哎呀，出海妖啊！触发不了。那英雄出海妖，要不就出右装，你别出那盾弓，他触发不了。中风，八条，咋的呀？怎么样？寒冰，寒冰，寒冰的点我！哎呀，给我控一手寒冰啊！我把这寒冰杀了。走 A 呢？谢谢猴迷妹，错了，不是猴迷妹。我寻猴迷妹来了呢，谢谢小迷的飞机，谢谢小迷。猴迷妹不行啊，我得批评批评这猴迷妹了。我们三倍亲密度上线，他居然都没来送飞机，啊？
罪之有。猴迷妹取关了，猴迷妹没在直播间啊，走位啊，你走位不错呀，啊，我这风墙没放出来，他妈大波浪给我推了，哎呀，两个大招，还行吧。要么一波，要么打大龙，看着办，兄弟们。头一把稀碎呀，猴哥，哼，我会直接说一句话，让你无法再反驳我，啊，让你觉得我不再稀碎，你信不信？我的补兵是全场最多的，没有之一。这足以证明我们高他们一等。这，哎呀！忘了我上高地，我拆基地了。八条马上超过我，哼，你让他试试。啊，现在发条是176，他死了，我们186，上了石头，他永远追不上我了。补刀是我最多的，基地是我拆的，在基地前面没有一个人，只有我们跟寒冰。这把对面寒冰进地局。我们家人躺赢，啊。